看你又调洋庙又运道中，你这是啥时候上的灵啊？嫂子，婶子大娘们都来了。金凤，越皮林贼和孔孟，咱妇女的腰板啊越是硬。你看，呼呼啦啦往外涌，好似当年之前出民国。好，你们这老一代的好传统，俺永远要继承。不怕插秧任务重，咱革命加拼命。金凤啊，咱这丘陵山沟从去年才试种水稻，今年呢扩大了这么多，俺又是新学插秧，不拼命还怎么能行啊？慧英嫂子，你听说了吧？这几天村里吹出一阵冷风，说什么书界不能当粮用，这还是孔老二那一套。有的还说什么婶子大娘出来插秧是瞎起哄，为的是多活了几个工分。这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眼光，咱要狠抓批林批孔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，让所有的姐妹们全能上阵，发挥半边天的作用。好，走。哎，这几天风言风语宫里上传，说什么俺村的妇女闹翻了天，抢工分老婆孩子争着干，乱插秧呼呼隆隆下水田，是真是假难分辨，我吃不下睡不安，心急火燎连夜往回窜。放眼看三八岭上面貌变，稻田铺开一大片，果然金凤在闹喧。贪多脚不烂，手打难成天，借鸡腿怒使劲，怎过插秧关。队长，你回来了。老四家，你走亲戚去？哪是走亲戚啊，叫俺们来插秧。你们插秧能行啊？这都是金凤说是如今薛大寨大干快上，让俺们修话的统统听了功。你看连那些岁数比我大的都来了，不管会查不会查，气得火的往外用啊。他们这想着干啥？人家说这是看着插秧工分高，想着多胡拉两个啊。这个弄法还行啊，我找金凤去。哎，你是他爹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临上工地我怎么祝福你的？金凤年轻有才，当选了支部委员，你常给他提个醒，千万的别闹悬。哎，闹什么悬了？零上零下都中道，哪来的劳力插秧苗？金凤早就安排好了。哎，家庭办起学习班，地头开展大批判，成立了老人组村儿的，老年拔秧俺插秧，齐心合力破难关。看看把你能的，光靠糊弄不行，老四家他们指望不得，到了时候无事怎么办？快叫金凤来，趁早领大算。你刚回来别瞎指挥哈。你不去我去。你啊，你你闪开了吧。队长。哎，你回来了啊。这是靠的啥？这是准备运完秧的稻种，水利工程怎么样啊？哦，快了快了。金凤啊，咱这丘陵山沟去年才学着种稻，如今学大寨燃火朝天，俺老李上了水利工地，你们在家把老稻田种好了就立了大功了。可你把三八岭上新稻田扩大了这么多，摊子铺的这么大，能胡拉得了吗？队长，俺妇女狠辟了孔孟之道，砸烂了精神镣铐，浑身是劲，总觉着
干的太少，贡献太小了。你们心高志大，到头来落个骑虎难下。时间近排，节气逼人，三八零这么大的一片，要是插不上秧，就得荒地呀。俺妇女保证，地一分一粒也不能荒，秧是一行一垄也不能少。金凤啊，这可不是三沟萝卜两沟葱，你看这么大的一片没边没了的，这水怎么越淌越慢了？机器不响了，可能出了毛病，我看看去。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这谁插的秧啊？浅的水上漂，深的没了腰。哦，这是老四家他们今天刚来学。老四家，看看你插这个秧，稀稀拉拉，歪七扭八，插两棍一只秧，你像个干活的。哎，这世上哪有不学就会的天才呀？只要认真学，没有三天的篱笆。秋后咱还打粮食吧？俺早就说不行，
水里滚泥里爬，两手炸得火辣辣，别人遭这个罪为的是多胡拉工分，俺这是图的啥？你这个龙方一分没有还得挨批啊？挨批？嗯，俺啊还是回去绣花吧。哎，老四家，老四家，金凤刚发动出来你就给接走了，这不是拆台吗？他本来就不想着干，你能冤我？你是干部家属，别在这跟他起哄，赶快跑道中去。跑什么道中啊？我不去哈。老四家，冷静，冷静。队长，金凤啊，啥话也别说了，事到如今我看只有一个方，你想怎么办？老稻田你领着插秧，三八零新稻田咱就扬起种子满地撒吧。满地撒种啊？节气已经晚了，咱就瞪着眼叫他见产。人也走了，机器也坏了，你说有啥法？法是人想出来的，路是人闯出来的。机器坏了可以修好，人走了可以再回来。回来也白搭，当不了无了节气劳累苗子，快叫他们停下集中劳力赶快撒种。队长，地里等着养苗，大伙盼着丰收，革命需要粮食，不能停。我是队长，生产我要负责任，说什么也不能败下了地，快跑道中。薛大寨是党的号召，大干快上是群众的要求，扩大稻田是支部的决定。可我你无权改变。毫不无权改变，我找支部书记去。队长，灌水员，哎，给我冲水。队长，节骨眼上咱更得要争气啊，拿出你绣花的细心劲来
好好的查。绣花和插秧可不一样，绣花风不大透，雨不大连，还按件儿计工，可插。哦，树树谈谈，掉进家庭小圈圈，心里计提就越来越远了。自从你进了富裕种农的家，四嫂子，你可不像以前了。想想你当年过门的第二天，把新衣裳一脱，扛起锄头上了坡。如今雪大寨大批粗大干，大伙热气腾腾，可你怎么干的，又怎么说的呀？我，你怎么能说婶子大娘出来插秧是抢工分呢？这话可不像你说的呀。我是听说的。你四嫂子，看看那些婶子大娘们，年龄比咱大，腰腿比咱硬，可那股革命劲儿真叫人感动啊。要手不革命，要手有啥用啊？那你看看这双手，花飞腰，扎子扎，弄坏了叫俺怎么绣花呀？嗨，你先看看这双手。金凤，你在妇女的这双手哇。
凤。我失落后了，让私有观念拴住手脚，妇女就不能彻底解放。四嫂子，咱要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努力摆脱小生产资阀势力对咱的束缚呀。刚才说的抢工分就是俺那个老头子说的，可我，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吹这股风，拉插秧的后腿呢？单干那事儿，他当过活了，老毛病到今不改。他是无力不干，见钱眼开。对，前几天他到城里私下里拉关系，揽了一批绣花活，乡趁着农忙无人干，拉着你们背黑的忙活，从中取利，大捞一把。啊！他瞒着我办这种事儿，还朝我撒谎，这算的什么人呢？一头扎进钱眼里，就连自己家里的人都能当成商品。四嫂子，咱可要往深处里好好地琢磨琢磨呀。对呀，今晚上政治夜校学理论，得把这个事儿啊好好的联系联系。他还说了，书见不能顶大量，这种男尊女卑的思想也得好好瞧瞧。开会我打头一炮。好。哎，俺家那个老榆木疙瘩呢？看你，队长听了水招植树去了，咱们先酝酿去。哎，好。招植树把困难，他叫我岗上线上插根源。红老二的六度要清算，对待自己要从严。一路走来起盘算，欠命论没有的事儿了，情势妇女不沾边儿了这。哎，左思右想实在是冤。刘建德。哎，啊，刘建德，那小子报。哎，可你刘建德有个病，如今犯的很严重，眼睛里独照块半透砖，就是看不见半边天。孔老二观点不改掉，就得朝你猛开炮。这你这是弄的哪一套啊？队长，我正找你。金凤，你看看，一不顺眼就提意见，动不动就来一张，往后这个家你叫我怎么当啊？队长，从前那啥，你一敲钟大伙上工，你叫总算就不再从。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，妇女有话就说，没藏没掖，这才是对咱真正的关心和爱护嘞。提别的意见还好说，单说我轻视妇女，你，嗯，孔老二六度几千年，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精神锁链。每个人都得好好地查查。拿着妇女不当人看，那是老封建，我可是一点也没有。自从大伙选上我，对待妇女照顾多，花钱买上小钢磨，不用恁三更半夜把磨滚脱，那是俺进城自己走，
好大吃啊。关心照顾没有错，姐妹们全在心里哥。难活不让你妇女做。边工不让妇女学，怕的是怕到上天没把握。打劈柴不让妇女当助理，怕恁发言太啰嗦。理论组不培养妇女当主干，没洗衣做饭。为主养鸡家务多，妇女男人不一样，天生就该爱搬家。哎，我可没多说啊。队长，不是妇女天生。容易做着难呢，你嫂子这样的当年还行，如今也就是敲敲边鼓打打棒槌，他们不能扛大梁。说来说去你还是卖脑子空脑儿的思想。先别乱上岗，你说说这些婆婆妈妈的不会插秧非要插秧，没下过水的偏要下水，一窝蜂的往上涌，这到底为的什么？队长，这些婶子大娘们，当年的妇救会狮子班，战争年月志愿前线，顶薪戴月念军迷，千阵万线做军线，他们那是为的什么？枪林弹雨抬担架，出生入死救上月，他们那又是为的什么？现如今起早贪黑运稻苗，借着月光练插秧，真是把命都豁上了，他们这又是为的什么？毛主席说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，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。队长你看，
谁来做？谁来做？反正是齐大伙的轮大脚。三八零长夜干旱的着火，三天不雨苗难安脱，看如今死里还待清泉滚，奋不顾身搞爆破，呼噜噜噜一声响，一座山掀起了大半截。那一会儿妇女干的真不错，光荣榜占了头一个。都干开了，干开了。这些新手一时半晌能插好吗？队长，思想领了先，一步一重天，干中学，学中干，插好秧并不难。没有那么容易吧？你和大伙一块实践实践，再下结论也不晚嘛。对，看看俺这谭家们的手能搬动大梁吧。你说娘，你知道秧怎么插法？右手插，左手捻，二指夹秧，拇指顶身前，哎，对吧？你背的还怪熟嘞哈！金凤教了俺多少遍了，嫂子。说的是相当当，就怕一干就撒了糖。撒糖不撒糖，下田插插秧嘛。哎，我还不服你这个劲儿了。好，咱干干看。干干看就干干看，走走啊！队长，哎，水呢？放，机器呢？水油管出了点毛病，已经修好了。哎，万水源放水来。哎，夏天插秧喽。
你重新强烈提高认识，考试前要帮队长快转。妇女们好心挑重担，哪里知道查阳难，我笔砚查来只剩钱，紧紧手够他们念半天，紧紧手够他们念半天。步步拉身后站，嫂子爹妈是不干，是不到头俺到边，像是群演，为什么如今干的死胡还？要和那旧思想一刀两断，突破家庭小圈圈，撒开双手拼命干，一辈子为革命家瓦添砖。妇女们真是不简单，要为国家多贡献，恨不能一下子断出个梁山。要为国家多贡献，恨不能一下子断出个梁山。队长，查到头了，你检查一下质量吧。哎，你先看看俺查的那一片。好啊。哎，你横着看一条线，竖着看哈哈本子不打完，中间行距细查看，可不迷了路不宽，齐整整，好似那翘手指的绿花毡。队长，你再看看这一片，这一片。婶子大娘们，别看眼前查的慢点，质量可不孬啊！再练上两天，我看都能是个好手。队长，妇女的这双手，不光能弹剑柄，和男士院一样。也是战天斗地的力量。对对，妇女们觉悟高，干劲大，真是胜利军呀、啊！可有人说，妇女不能顶大梁，插秧是来抢工分儿。哎，我真不该信这些话。这股歪风到底从哪里刮出来的？队长，就是俺那个老头子，潜灭了心窍，办出这些见不得人的事儿。这是阶级斗争的反应，对他，咱要抓紧教育。
不能让他再走邪路。是得好好教育，只准他拼命干活，不准他计较工分。现在是俺老分配，工分还是要的，可咱们要坚持政治挂帅，狠批刘少奇、林彪的物质刺激，警惕有人利用资产阶级法权进行腐蚀和破坏呀。你呀，可得好好的接受教训。嗯。队长，不挖出孔老二思想的老根来，可就让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钻上空子了。要认清阶级斗争新特点，牢记党的基本路线。孔孟之道要狠批判，严防有人把孔子断。认真看书学理论，自觉改造世界观。金凤，你站得高来看得远，活出我眼里的半头砖。孔老二六度还认不全，有本金阶级斗争这根线，大干快上多贡献，妇女们真能顶起半边。